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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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并老师各句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看课本339页。讲到大圣修止观，那我们说这个成佛之道，它有所谓的五乘共法、三圣共法跟大乘不共法。那么五乘、三乘跟大乘都有讲到戒定慧的部分，那就是我们可以就是参考。那么在大圣这一边讲的比较多，那因为定本身也是五圣共法里面它就有，因为天界基本上色界天就要修定了，那这里讲的主要是以大乘的这一部分。好，那我们看339页最后一行，那么他讲的这个偈，大圣多修习，念佛与念习。好，这里说到我们翻过来看，他说可作为修止的所缘境。那么所缘境基本上就是你在修止一般止观基本上就是禅定。那你在修的时候，你的方法所依的这个境所缘的境，那么虽然人多声闻法是多修不尽以持习念那一般解脱到在部派里面比较常见的即使现在南传也一样，就是偏重在不净观跟属习观应该叫做持习的那么观呼吸它不一定是属大部分的人并不属就是一般我们讲属习是属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但是有些也没有属，它基本上就是观呼吸而已但是后来我们就叫做属习观，但是一般它经典里面不叫做属习观，它就叫做安那波那它基本上叫做持习持习念。好，那因为这是对治贪欲及散乱罪意发定的那我们在修定前面有所谓的障碍，那这些障碍你要先克服，你心才能专注。那么你心不能专注，它就没办法有定其实是这样，所以它有特别的作用。比如说不净观，那么不净观基本上就是因为你执着那个净执着那个清净的净那么所以他叫你修不净，因为你执着这个身体这一种美色啦，或是执着这个包括饮食你认为对这个饮食你只取美食，一般五欲嘛，五欲色声香味触那么美色美音声音妙色妙香妙味妙触，那你去观它不净这个都可以观观它不净，那么这五种五欲它基本上都是美妙，那么你一旦执取它就会让你没有办法心专注所以就是会有贪会有贪的过患，那贪是一种执取所以它基本上是对治贪欲跟散乱，散乱其实就是你心没办法专所以因为我们为什么没办法专，因为我们六根对六尘不断在攀缘习惯比如说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大家比较在北传比较常参加的基本上就是佛七跟禅七，那不管你参加佛七还是禅七，那么通常你都会觉得平常不觉得散乱，但一坐下来我念佛的时候想这个想那个
打坐的时候也一样，要观呼吸的时候想这个想那个，那平常还不觉得，但一坐下来要专心念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很散乱，那因为是我们平常就是六根攀缘六尘，已经习惯了，所以比较不容易专注，所以他基本上用安那波那就是属持息观呼吸，来让你的心专注。他说这个是在佛陀时代比较常用的方法，后来部派也是比较多用这两种。他说大乘佛教界基本上多休息的是念佛与念习，就是不净观，这个基本上我们比较少修，在泰国就很多那一方面也是民情的问题，因为你不容易看到不净观，它通常有一个就是你在坟墓里面因为在印度他们处理尸体的方式基本上有一种叫自然的，就是放到那个森林里面给它自然腐坏，那么很多比丘就在那个尸陀岭，就是放尸体的地方，去看它尸体开始变化，脓啊、烂啊、胀啊这一种观不净，然后回来再取那个像回来，然后看自己的身体。那在中国基本上你是不容易看到尸体的，非常不容易看到尸体，因为它都装在棺材里面，然后就埋起来了那印度不是，印度基本上比较好的就是火化，它还是会有看到尸体。那一般的它就是放在这个森林里面让它自然烂。那所以比较容易看得到。那像我在泰国，我去泰国的时候发现到很多泰国比丘都修不净观，那好像听说这个泰国的宗教厅他们会开放有一些被车撞死的或是无忧米怎么样类似好像这种，然后开放给这些修不净观的比丘去取那个像。那后来现在也比较少了，他们就变成他们都有那个照相片，看那个相片。在泰国比较多，缅甸的我就不是很清楚，但泰国的很多修不净观的那北传的基本上没听过，就很少很少很少人在修不净观，那通常都是念佛比较多那当然还有所谓的观呼吸念习，就是属习所以他说大乘佛教界应该是说在印度念佛观就取代戒分别观就是已经是很多人念佛，在印度就这样。那传到中国来的时候，特别念佛这个法门特别跟这里相应所以念佛就比较多了那么当然包括念菩萨念观音菩萨啦、地藏菩萨啦、念阿弥陀佛啦、念药师佛啦、念弥勒菩萨啦，反正就变成比较多比较多。那么所以他说。这个练习多少有着重身体的倾向那因为身体是从这个就是呼吸是从身体出来的那在密教的话它又比较不一样，它也是有那个习，但是它关那个气脉明点那道家的其实也是，但是道家的又有所谓的跟身体比较有关系，它就是有大周天、小周天，身体气在，它是中那个气在运转，但是它这样修也是可以得定。但是佛法它最重要的是这个身体，它基本上就是无常无我的，它不会练到什么金刚不坏啦，什么红光身啊，它不练这个东西。佛法基本上不练，它也不会去观什么有一个气啦，有一个脉啦，有一个什么，它就是从阿含经或从佛陀教的方法里面，它只是一种方法。那你不要修到变成好像这个身体它是可以得金刚不坏可以羽化登仙它没有佛法其实没有呼吸只是让你专注的一种方法。那但是很多人练一练就变成练功就变成身体好像是一个实在的东西那有一些会这样所以他说这里多少有着重身体的倾向，大圣以成佛为标的，所以念佛为大圣要。他这里是在讲，
这里是在讲念佛跟念习的一个差别啊。那这个讲到基本上在部派里面，部派里面就是在佛法传到中国以前，在初期大乘的时候，他已经就是大乘佛法已经是非常着重念佛了。那么《大智度》里面提到说，啊，他讲到啊，他说，不同的法门会对治不同的烦恼，但是念佛对治一切的烦恼，啊，就变成有这样的观念了。我们来看一下，他说。他说：“菩萨，菩萨念佛故，得入佛道中，就是以佛为所缘呐，啊。那么，基本上，比如说修禅定的，他有所谓的四十个业处。”那么观地水火风啊，青黄赤白啦，啊，观呼吸啊，反正就观很多种。那么大圣基本上后来就有以念佛啊，观佛，他基本上都是观佛，啊，那就是慢慢就变成一种流行了。啊，他说菩萨念佛故得入佛道中，因为念佛啊，那么以佛为模范为标准嘛，啊。念佛三昧，他说念佛三昧，三昧就是三摩地啊，他就是定啊，有能除也不能啊，能除种种烦恼及现世罪，因念佛而成念佛三昧啊，能除种种烦恼。诸三昧，有能除淫，不能除嗔，就是他的对治比较没那么多，专门对治。那念佛三昧对治一切的烦恼啊，有一点这样啊，有能除嗔、除淫啊、除贪，淫就是贪呐、啊，啊，像不净观就是这样。但是不能除嗔啊，所以不净观有一些人修不净观成功了，贪心没有了，嗔心起来了，嗔什么？嗔恨自己，那是自杀死了啊，就变成这样啊，起嗔心了。它就是一种方法，有些是对治的。有人除嗔，不能除淫啊，比如说慈心观，那么慈心观是对治嗔恨的，但是你慈心观修到。啊，假设变成啊，你变成贪爱了，啊，你的慈心变成贪爱了啊，那也会有时候这样啊，啊，有能除嗔，所以啊，你要修慈心观，你要那个对象不可以先修你喜欢的人，你不可以对他修慈心，那你便会转成贪爱哦，啊，就是你那个本来就是。你很贪爱的人，你很喜欢的人，你再跟他修慈心观，那种就变成贪爱会加重，啊，那类似像这样，啊，有能除，啊，有能除嗔，不能除淫，啊，应该是这样，啊，我们把它写一起比较，啊，念佛，于诸三昧，啊，有能除贪，啊，除。他这个瘾就是贪啊，就贪嗔痴里面啊，有人除瘾啊，不能除嗔，
有人储存不能吃，有人储存不能除烟。有人除吃不能除淫秽，有的可以除吃，你就戒分别观。不能除贪跟嗔啊，淫秽。有人除三毒，不能除三世罪。在这里又讲到一个，可以除贪嗔痴，但是不能除三世罪。念佛三昧后来在大圣里面被特别推崇，有能除三毒啊，就是贪嗔痴三毒，不能除三世罪，就是业啊。然后是念佛三昧。能除种种烦恼，其实烦恼就是总过来就是贪嗔痴啊。不但能除种种烦恼，还能除种种罪，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未来的还没有，怎么会除？就是防范啊，让他不照做。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念佛三昧啊，就是因为大圣多念佛，后来念佛变成很比较大圣比较重视的。那北传的佛教基本上从隋朝之后，唐朝之后，隋朝有一个智者大师是非常重直观的。就是非常重止观的，所以他有写六妙门啊、摩诃止观啊、修习止观坐禅观，类像这种的，他很强调修止观。那到唐朝也有很多人在修，但是唐朝之后，基本上除了禅宗，那禅宗是以参话陀为主的那就是后来到了宋朝，基本上都是走参话陀的路线。后来就变成默照禅和华陀禅为主。除了禅宗还有一些在修定之外，多数基本上就比较少有修定。那就是在唐朝之后到了宋朝基本上修行都是以诵经为主的，就是法会那拜忏啊，就像我们现在一样拜忏啊、诵经啊，然后就是这种法会为主的。那么这种法会是基本上它也专注，你诵经的时候也可以专注，但是跟修定其实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就是说它也可能你在诵经诵得很专注的时候有一些境界，有一些清安也有可能，但是它不是修止观，它没办法就是后来我们的修行方式就离修定南传的，现在还有就是他们会比较重，就是有修定的这一部分观呼吸啊，或是观七观四白那种观不净啊。那北传的基本上修定这一块非常非常的弱，那么比较有的就是禅宗，可是禅宗它重开悟，它有时候也不重禅定它也不会让你坐很久。你看禅宗在参话陀的时候跑香跟那个南传的是你能坐多久就坐多久的那种不太一样他固定的时间，他起来要跑香啊，要参话陀，要干嘛？那基本上到宋朝之后，我们的佛教就是北传的佛教徒，就大部分对修定这一块很陌生，基本上大多数的人是没有修定的经验，真的就是佛教徒了。
他基本上多数参加，虽然参加禅期啊，但是禅期也重在那个要明心见性，要明心见性，要开悟啊。所以这一块啊，就是我们现在讲三昧这一块，那么如果有啊，后来也强调，大概就是念佛三昧。就是念佛三昧，就一直念佛，一直念佛，一直念佛。那比如说，如果是北传，比如说台湾啊，那么比较可以说是有得到念佛三昧。假设啦啊，比如说广清老和尚啊，那广清老和尚其实他是在还没得念佛三昧以前，那么他其实也修禅定，他到山里面，他其实在山里面修止观的，修成就了，然后回来。但是他应该是在山里面修止观的时候，没有仔细去看了、啊，他是不是在山里面有念佛？他应该是也是修定的，在里面修定的，还是他不是带着番薯去山里面修行吗？那个时候他是念佛的吗？不是，这个还要回去查看看啊。那但是他是有定的，他是有定成就的，他是有修止观的。那但是我们基本上很多人是就念佛，然后就希望成就念佛三昧，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啊。就是你就参加个佛系，然后念佛，然后就可以成就念佛三昧啊。其实还没那么容易啊。那这个是在修这个三昧这一块啊，我们大概所有的三昧大概都没有了，只剩下念佛三昧，还有一些人啊，那还有一些人修波州三昧。那波州三昧其实跟念佛三昧也大概差不多，也是念阿弥陀佛的啊，但是他就是不作不卧啊。那么像我们说台湾那个灵岩，早前那个灵岩山是那个妙莲长老啊，听说修了很多次啊，还有人在修。那其他的三昧就很少听到。那大概是这样的，所以北传的佛教徒三昧这一块比较弱啊，比较弱。好，那我们就往底下看。啊，他说啊，如意行道的称名念佛啊，因为念佛法门后来被高度的推崇啊，那念佛三昧啊，也是认为超越其他的三昧啊，因为这些三昧有些能够这样，有些能够这样。念佛三昧啊，好像他的功德比较殊胜啊，他可以除一切的烦恼，一切的罪啊。那其他的三昧就不一定、啊。这个在印度就这样认为啊，在大圣初期的时候就这样的认为啊。那传到中国来就特别被推崇啊，像鸠摩罗什翻译的禅经也是这样，也是在把这个戒分别观。拿掉啊，以这个念佛观为主啊。那这里讲到意行道的称名念佛啊，其实念佛不一定是称名，念佛不一定是称名。后来我们就变成原来的念佛跟观佛，其实是念是心念啊，本来是念佛啊，这阿经就有啦啊，念佛生处啊，那后来就变成念佛。就变成称名了，就变成称名啊！而且要出声，叫做大声见大佛，小声见小佛啊！开始后来就变成是出声念佛啊。那原来的念佛是意念佛，意佛念佛，它是意念佛啊。那阿含经的念佛基本上是念佛的功德。念佛的功德，那佛的功德基本上如来应供正遍知名数，南传的念佛还是念佛的功德，如来应供正遍知，但是由这个佛陀包含这些功德，啊，那阿含经里面就是念佛生处，念佛得道处，啊，这我们上次有跟大家讲过，就是佛的一生啊是我们的典范，那我们意念佛陀，追随佛陀，学习佛陀，那么能够。跟佛陀一样的成就，基本上是这样。所以念佛出生的地方，生处，念佛出生时啊，生死，或是到他的地方啊，佛出生的时候带于这个世间有什么样的影响？念佛成道处啊，
他是怎么修行成道的啊？念佛转法轮处，他成道了之后啊，那么如何去利益众生，做了些什么啊？啊，转法轮，念佛涅槃啊，那佛涅槃了，然后对世间有什么影响？反正就是你佛的一生就是我们的典范了啊，这个叫做念佛啊。那后来用这个佛陀，那佛陀到底有什么功德？就是如来的十号。那么这个南传的就比较常见了，如来印光这边证明清楚啊。那后来由这个佛的名字，比如说释迦牟尼佛，那我们通常念的是阿弥陀佛啊。释迦牟尼就讲释迦牟尼的一生嘛，阿弥陀佛就想阿弥陀佛的一生啊。你看哦，这个我们后来把念佛这个东西误会掉啊。比如说释迦牟尼佛，阿含经里面是释迦牟尼佛从出生成道转法轮到涅槃啊，这个是念佛。释迦牟尼，那我们现在释迦牟尼入涅槃了嘛？啊，我们要念佛，要升到极乐世界，我们念佛念阿弥陀佛，啊，念佛，这是个念，不是这个念啊，但这个念也是这个念，啊，这念，等一下再跟大家说啊，比如说念阿弥陀佛，那所有的佛都具足十种功德，但佛的愿力不一样，啊，他的出生成道转法涅槃可能不太一样，所以。念佛一定要了解无量寿经，因为无量寿经就在讲啊，因为你释迦牟尼佛，你就是知道释迦牟尼佛啊，他出生的时候，他成道的时候，他转法的时候，就是他的一生啊。其实这个就包括佛的一生啊，在这个世间怎么样给众生带来温暖、带来光明、带来引导啊。那么，但是你念阿弥陀佛，你要知道阿弥陀佛的一生。他还没入涅槃，但是你要知道他一生，所以无量寿经就是在讲阿弥陀佛到底是怎么成佛的，他为什么要成佛，他是怎么样发心的，他怎么样发心，他怎么样修行，他怎么样得成就，这个就是念佛、啊、所以无量寿经里面就讲这个啊。那你念佛，你不知道阿弥陀佛到底是怎么发心的，他发了哪些心，他怎么修行的，那怎么成就的？具足了什么？你都不知道。那你的念佛就只是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个意义比较不大。他就只是这样念。他就只是这样念那个佛的名号而已。可是这个名号里面没有内容，它空的。它本来是有的，就名利招德嘛。这个名，它本身是包含这个德功德在嘛？那功德在哪里？什么？它有什么功德？你都不知道。所以这样的念佛就变成完，单单只是念佛，不是念佛。但是原来的念佛是这样子的，啊，那所以你要知道整个佛的一生是什么，然后他到底修了些什么，他是怎么修行的，他具有什么样的功德，啊，那我们为什么要念这尊佛？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后来原来念佛是这样的，后来的念佛就变成。只是口念，啊，就是变成口念。那包括这个，包括那个无量观无量寿经说要具足十念，无量寿经说具足十念。那观无量寿经讲到下品下生说，你念不来啊，你这个意念不来啊，你只要出生念，啊，就变成口念，啊，即使他也没有，都变成这样。啊，这个是念佛上面很容易被误会的，就是说，当然它也是一个所缘，就是专注依佛号专注。可是你要念这尊佛，你对这个佛是理解的，你对这个佛是理解的啊。那所以那个心，主要是那个心在念啊。我们就说嘛，这个念是什么？当下的心嘛，念就是当下的心啊，精心嘛。你当下的那个心啊，那么意念这个佛陀，它只要是心的问题啊，它不是声音的问题啊。好，那这里讲到啊，他说一心道称名念佛，若得一心不乱，他有意念这个佛，然后非常专注，他是个所缘啊。当然，你一心不乱，你不一定要理解那么多，你其实你要你念其他的也可以一心不乱。但是前面有讲过嘛，你念桌子椅子，你念到很专注，你可以心不乱了，但是它就没有意义啊，它这个没有意义，为什么？它一样是个所缘啊。比如说，我就念这个，
念这个奇异品啊，念念念念，我也可以一心不乱啊，念到很专注啊，啊，你念耶稣，念圣母玛利亚，念阿拉都可以，因为它就是所缘而已。但是所缘背后那个内容就不一样了，啊，你念耶稣，你跟念阿拉，跟念奇异笔，跟念包子馒头，啊，跟念阿弥陀佛，它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你念的那个心不一样，啊，它专注都可以专注哦，专注都可以专注哦。所以，啊，基本上得一心不乱，也就是念佛三昧。这个念佛三昧其实它是有内涵的，啊，它跟你念那个桌子椅子，念阿拉，念耶稣，它那个一心不乱不一样，啊。所以，不过念佛法门的重点是念佛的身相与功德，啊，就导师后面就讲这样，啊，就是说你必须要理解。那么身相也是功德的，因为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都是每一个相好都是一个功德所成就，啊，都是啊，所以身业口业意业清净嘛，啊，那你才会有这种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所以他基本上念这个身相啊，基本上就是功德，啊，那但是多了一点。那简单的就是我们讲《阿含经》的念佛的深处，就是他一生啊，后来有所谓的八相成道啊，但简几常讲就是四个出生的地方，或是出生的时候啊，那么修行成道的时候，成道开始转法轮的时候啊，转法轮到一直到他入涅槃的时候，他还带给众生什么利益啊？甚至他涅槃之后，他都带给众生利益。那么你理解这个东西，它就是这整个一生就是它的功德所在。所以你念阿弥陀佛，为什么《无量寿经》要给你介绍法善比丘，就是阿弥陀佛的整个过程？为什么要知道这一些？啊，你念药师佛，你念普门品，观世音菩萨，他也要告诉你观世音菩萨成就哪些功德，他是怎么成就的？你念地藏经，地藏菩萨名号一样啊，他一样跟你讲啊。地藏菩萨是怎么发心的？他是怎么修行的？他怎么成就的？成就了哪些功德？啊，他为什么这么殊胜？他是告诉你，你要跟他学，给你一个模范，给你一个典范，告诉你他是这样成就的。如果你也这样修，你也跟他一样成就。其实原来是这样子的，后来就变成他是这样成就的，他有这么大的功德，你只要念他的名字，你就可以跟他一样成就。那这样就不对了，这样跟佛法不一样。佛法是讲因果的，他有这样的因，得到这样的果。这个因一定是包含他的总熟都修行、发心修行。然后，但是你不用跟他一样发心，你也不用跟他一样修行，你只要持他的名号，你就可以跟他一样。这个不合乎佛法。所以有一些人会强调说，阿弥陀佛他用五劫思维，无量寿经里来讲，然后无量劫修行成就阿弥陀佛，你只要念佛升到极乐世界去，你就跟他一样受用，跟他一样，这个不合乎佛法。就是说阿弥陀佛法藏比丘根器那么好，他要修很久才有这样功德，你不用，你只要念他的名字升到他的国土，你就跟他一样。没有这种事，啊，你可以到他的国土，是依你的善根福德因缘，你可以有你不同善根福德的因缘，会有不同的业报，所以他才有九品嘛。如果都一样，为什么还要分九品？如果你升到极乐世界去，你的受用、你的智慧、你的福报都跟阿弥陀佛一样，那为什么还有九品？没有九品嘛，每一品有三倍。升到天上一样嘛，一样都是福报不同，都是依个人的智慧跟福德不同，善根福德因缘不同，那么他才分的。那么这个都是每一个人修行的不同。如果你没有修行，你绝对不能得。就算阿弥陀佛大慈悲，也不能让你白白得，不可能，不符合业报理论。业报理论就是谁修谁得。修多少就得多少，你不修就不得，修什么就得什么。你修布施，
你就比较不会贫穷卑贱。你修慈心不杀生，你就比较健康长寿。啊，那你不能说那我修这个慈心，我要富贵，没有，富贵要能舍，你必须要修能舍，就好像你训练手，你不会脚同时有力，不会，你训练脚不会手就跟着有力，没有，训练手手就有力，训练脚脚就有力，每一个业都是如是因如是果的，啊，你不可能说阿弥陀佛要这么苦，法藏比丘要这么修，你不用，你只要拉着他的衣角。他就把他所有的功德都给你，不可能啊，这个不可能。所以大家一定要先弄清楚啊，不要说哦，那你只要念佛，那么相信，然后就可以往生，往生到了极乐世界就跟佛一样，然后就等着成佛了。啊，我告诉你，这个不是佛法啊，那你一定要知道。好，所以他这里讲啊，念佛的身相与功德啊，名以招德嘛。即使藕益大师也是这么讲的啊，名以招德。这个名啊，这个也跟大家讲过，这个德就是功德。那功德我们说过十号啊，然后他的一生啊，出生修道，出生成道啊，那么度众生啊，就转法轮了啊，度众生，转法轮说法度众生，然后涅槃啊，离开这个世间。出现在这个世间，离开这个世间，然后成道说法啊，转法轮度众生啊，类似像这样，他的一生啊，当然不止这一些了，但是以这个为代表。好，那这个是他的功德。那么就称观相与观想啊，所以这个念最重要是你观相或观想啊，那么想这个，因为念他的身相三十二。相好啊，就三种啊，比如说他十号啊，如来应供正遍知明心主啊，他的一生这个是阿含经的，他的相好，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每一个相都相对应他的功德，比如说他有四十尺，他口业清净啊，他说法一因言说啊，众生随类各得解啊，那么他不妄语啊，诚实语、柔软语啊，比如说你如果常常讲妄语，就算你懂很多道理，你讲出来，人家就是听不清楚，是真的假的，人家就是分辨不清楚。啊，你那个恶语讲习惯了，你那个恶语恶口讲习惯了，那，你就算讲的有道理，人家听起来就是不欢喜，不高兴。啊，他就是你口业不清净，他身业不清净就不庄严，口业不清净啊就。说法或是声音或是口气啊，他就会有一些不是那么庄严啊。那意业不清净，当然你就是烦恼比较重，习气比较重啊。那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个一般来讲，后面会讲啊，就是他有所谓的法身、化身、报身。那一般都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那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其实是就印度的标准来看啊，其实就是他在那一类人当中。是被认为是最殊胜的，啊，其实这样啊，比如说他的舌头，啊，他的舌头可以很长，而且可以广跟长，一般长舌还不算哦，它是广跟长，它可以把面覆盖上，啊，那个就是他利益的，他说法都益很多众生，啊，那么他不妄语啊，他都不妄语，所以他讲的话诚实语，那么你经常不妄语的人。你讲的话很容易气入人心，人家就是信，人家就是信，那你就觉得你讲的很道理，人家就是怀疑你，口业不清净。那你明明就知道，但是怎么讲就讲不明白，讲不清楚，还有奇遇，那就变成你那个业障碍住你，那这种东西，那这种一般来讲，比如说这个就比较偏向很观的观。观佛，那像观佛的经典其实也蛮多的，像观无量寿经啊，观无量寿是观无量寿佛，还有观佛三昧海经啊，他们也讲到你怎么观佛啊，就是
观这个佛，你像观十六观经，就是《观无量寿经》里面讲到啊，佛是怎么样，大势至菩萨怎么样啊，这个观音菩萨怎么样？通常都是讲一正庄严，除了相好之外，相好是依报，相好是正报，那还会讲到他的国土就是依报，所以通常都是一正庄严在观的，啊，观正报或观依报，啊，那有些是从依报开始观，就国土的殊胜，啊，像观无量寿经就这样，啊，然后观到正报。啊，阿弥陀佛是怎么样啊？白毫宛转五须弥，甘露澄清四大海，啊，也是像这样，啊，那这个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那但是如果是阿弥陀佛的话，它基本上是八万四千种好，啊，就是报身就是比较大一点的了。那释迦牟尼佛基本上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那如果说毗卢遮那，华严经的毗卢遮那，那就更多了，啊，华藏世界的啊，这个相好啊，就不一样了，就后面会讲，啊，我们先来看。所以他就称观相与观想，啊，那观相基本上一般来说就是依佛相，啊，那观想就是心想，啊，一般是这么说了。那他讲到依此，依如依此而念佛由心起，念佛如实相，那就是实相念佛。好，那这里讲到所谓的四种念佛。那这个前面好像也有，啊，三百二十，这里讲到所谓的四种，一般呢，啊，一般说的四种念佛，持名，那我们说名是代表他的功德，每一尊佛的愿力就是不太一样，发愿的不太一样，因地不太一样，但是果地都圆满哦，都圆满。但是因地有时候不一样，啊，那像释迦牟尼佛是在五浊恶世成佛，那这个弥勒佛是在人寿八万四千岁的人间成佛，那么阿弥陀佛啊就又不一样，他是在另外创一个世界，极乐世界，啊，那么这个是名于招德，其实就是功德，啊，他背后的功德。那持名念佛啊，然后观想，一般但是其实这三个里面啊，后面有一个实相念佛，但是这三个里面它到如果你这样观都会形成专一专注，就是都会有专一，就是指到这边有，其实有一个唯心念佛，啊，那么你专注的时候，你见佛，啊，比如说波座上面也是这样，你见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开始要观，啊，你观佛上面的经也一样，哦，波座上面经也是这样，哦，啊，那观无量寿经比较没有强调，它比较强调见佛即见佛心，见佛心者大慈悲，啊，他比较强调这样，啊，但是一样是讲到这个心来，啊，到最后都是唯心，啊，他会讲到，啊，比如说你念佛见佛，那么见佛的时候还没成就，那个时候还没有，啊，那他要想佛也不来我也不去，佛也没有来我也没有去，但是我为什么可以见到佛，还可以跟佛对答，啊，那是因为我心念佛，唯心是我的心显现的，那就开始去想，那心在哪里？心是什么？心在哪里？这个就连接到《阿含经》里面，心是什么？在过去，在现在，在未来，在内，在外，那就被连带到这里。然后你看这个心，看来看去，你会发现，心是不存在的，虚妄。那这个就实相来了，离一切相，即一切法。就连接到实相，实相就是无我相、缘起相，啊，中道实相，啊，它就是无我，啊，非常非断、不依不异的，就连接到这边来了。那么要是没有的话，你没有经过这个，你是没有办法证实相念佛的。实相不是实相念佛，不是你念佛见到阿弥陀佛就是证实相，没有，
那个还是妄相哦。但是当然一般来讲念佛，如果你是要往生的啦，但是一般是透过这个，然后来看到这个心，由这个心里面发现心是心，因为我们的五蕴基本上是身心的结构，是身心的结构。那身心的结构里面以心为主，以心为主导，所以基本上观色受想行识，到最后基本上都是以心为主。所以四念处也是这样嘛，观身、观受、观心，那到最后都通向什么？观法无我，一样，一样是这个道理。它只是让你透过以佛为所缘，让你证实相。那么实相一定是无我相，无常无我，涅槃寂静，它一定是无我相，不生不灭的无我相，那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好，他说念佛如实相，如实啊，他这里是如实的相那么什么叫做如实相？如实相，如来者即诸法如一其实如实相，其实佛是觉悟到真理的，就要什么？觉悟到缘起。所以一般我们讲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缘起是什么？缘起无我其实是这样。所以你一定要见到那个无我相。那我是什么？我就是身心合合的嘛。那心在哪里？所以念佛观佛，波多三昧经、观佛三昧海经，那么他最后都会连接到能见佛的心，能见佛的心是什么？连接到这里来，那你一定要观到无我，你才能是见到如实相，一定是这样子。好，那么去入出世的圣意禅观，圣意禅观是什么？无相三昧，这个在前面有，我看一下，330页，上次我们有讲到，330页里面有圣意禅观在我看在哪，圣意禅，在331页，空三摩地圣意禅这上次我们说过。这其实就是无相的，无相三昧。那你念佛是有相的啊，念佛有一个佛相在啊，你能够见这个相啊，见这个阿弥陀佛，见什么？能见这个相。但是能见相的心在哪里？不管它是什么相，你能见相的这个心是什么？那你如果再这样观，你能够悟入无相，就是无我，那么就是实相。好，那多数的人，不管是念佛、观佛，他不在实相。其实大智论讲念佛也是后来就导向实相，原来是这样。后来念佛基本上没有人再要通向实相的，只求往生。后来是变成这样了，就念佛是为了往生，不是为了得证如实相。没有那这个就是跟原来的有一些差别好，所以他说念佛如实的佛这个相，那就是实相念佛那原来不管你持名观想观相，都是为了实相原来是这样好，且那圣意禅观就是无相三昧。浅一些的就讲浅，这个是深一点的那么浅一些的念佛有忏悔业障、集善根的功能就我们刚才大师都认说的它可以消三世的业障所以很多人一般是这样他会有一种就是北传的，那基本上有这样的说法，就是你犯了很重的罪，那么你就忏悔不管你要3000佛啦、88佛啦，能忏悔。那你见到佛像的时候，你在佛前忏悔，那你见到佛像或做梦梦见佛像，就表示你忏悔清净了那有一些戒律上，比如说你犯根本戒，那么你必须要忏到见相好，那就表示罪消也有这样的说法那么念佛有忏业障、集善根的功能，那么这个在大圣里面也比较推崇。那么一般来讲，最早的是53佛、35佛，后来有人把它合体在一起变成88佛我记得我刚学佛的时候，
啊，我那个拜八十八佛，我是拜得很虔哦，很虔诚的啊，常常在拜八十八佛。那八十八佛后来又跟那个普贤行愿品的某些部分结合，就变成八十八佛大忏悔文。然后又多了，后来又多了一家，多了一尊啊，法界藏身阿弥陀佛啊，其实是八十九佛啊，但是还是写八十八佛大忏悔文啊。那这个在北传的佛教界是比较多人拜的。我记得我刚学佛的时候，有时候一天拜好几次啊，八十八佛大忏悔文啊。那么你拜的时候，通常是那个时候就没有懂那么多了，就是觉得我们拜佛，佛就消我们业障，那个时候是这样觉得的。那拜一尊佛，可能会觉得每一尊佛消业障的能力不太一样的样子，然后拜很多尊佛。那当然，这个八十八佛是从三十五佛跟五十三佛合起来的，然后再加一个法界上师阿弥陀，再加那个普贤行愿品里面啊一些经文，然后加起来的。然后我们会觉得拜的时候当然是很虔诚的，然后觉得拜八十八佛可以忏悔我们的业障。那当然，你说可不可以呢？当然是可以，因为它主要是由你的心，你有要忏悔，它重点是忏悔。那很多人在拜忏的时候，他没有弄清楚罪到底是怎么消的。难道真的是你这样拜佛，佛就消你的罪吗？不可能，因为这样不符合因果。佛如果能够消你的罪，你不用拜他，他都会主动帮你消。因为佛已经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了。他怎么可能说哦？你要来拜我，我就帮你消罪；你不拜我，我就不帮你消罪。你念我的经，称我的名号，我就帮你消罪。佛，你即使他看到你可以，他可以帮助你，不用你去求他，他都会帮你。但是实际上，他要帮你，第一个你要有善根，第二个你跟他要有缘。佛要度众生，没有缘的佛也不能度啊。成东老母佛都渡不了啊，提婆达多佛都渡不了、啊。提婆达多是一个断善根，佛最后也没办法，邪见产生邪见就断善根了，他不相信，啊，没有善根的断不渡不了，没有善缘的断不了渡不了，他基本上是这样的。所以你基本上你的障碍很重，你必须要先消除，你必须要先消除。像比如说周立盘陀前，啊，他过去。据说啦，他过去就是因为三藏法师，然后令法，所以他这一生，他所学习的佛法，千万不要跟别人讲，怕别人比他好，啊，他可能就是比较没有共感还是怎样，所以他就令法。那因为这样障碍，这一生就比较愚痴，啊，很多东西记不起来，因为你记很多，你都是暗卡，你就是令法，不该跟人家讲，怕人家得利益了，所以你自己的法就不能受用。就障碍住了，那佛陀怎么教他呢？你跟他讲，他也没办法，因为他本身障碍住了，所以要先把这个障碍去除掉，啊，就叫他，因为你那个就是傲慢形成的嘛，那傲慢形成的傲慢心要用怎么来消？要用谦卑心来消，所以就叫他去什么啊？扫地，然后叫他去帮比丘洗脚，啊，做那个最扫除的工作，然后让他专注，啊，念一个偈就好。就是浮尘出垢，浮尘出垢。那第一个他专注，第二个他做那些卑下的东西，就是比较消除他的傲慢心。那一般我们讲忏悔，不管你拜什么忏，啊，通常都是这样。那念佛也一样哦，你不要以为我拜这尊佛就加持我，没有，不是这样。包括像过年很多在拜千佛，拜八十八佛也是这样。但是因为照理说，你拜这一尊佛。你要真知道这尊佛发了什么愿，怎么修行，累积什么功德，这样比较有意义。但是那么多尊佛，你不可能都知道。但是从他的名字，你大概就可以知道。啊，比如说斗战胜佛，那是什么？那就表示他在对抗烦恼这一部分，他勇猛精进。那你要跟他学这个。比如说须弥山佛，啊，就是他的功德像须弥山那样。最高的就是他每次发心都做到最好，啊，他每次帮助人都做到最好，啊，那么就像须弥山一样，啊，最高的，啊，那你就你累积功德，每次都在所有的人都发心，但是你就是
发大心，所有的人都做，但是你就是做到最好，那个类似像这样。那么你要这样去体会，你拜这尊佛，你就是跟这尊佛学。那么你这样拜佛才有意义啊。那忏悔基本上，它其实就是认错，忏其前欠母，改过啊，这个很重要。你要知道你的烦恼在哪里，你的过失在哪里，你的习气在哪里啊？那你要认错，你不认错，你不会改啊。那这个要坚持啊，要认错改过。首先要认错，你没有认错，你不会改过啊。那改过要坚持，要持续，那么才这个才是真忏悔。那不然你的心会相续啊。它重点是恶心断相续。这个恶心要断相续，恶心如果没有断相续，他的恶业会累积，心造业嘛，业才感果嘛，这个果报才受苦嘛，基本上是这样嘛，所以你要从这个心下手，不去造这个业，那已经造了业怎么办？忏悔，忏悔。如果你不忏悔，他那个心会在相续。恶心要断相续，那么善心呢？要让它常相续，要让它相续啊！这个其实就是这样，重点在这里。那你会看到所有的佛的名号，它基本上就三个而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性清啊。那你会看到所有佛，不管是什么名字，它基本上就是断烦恼，比如说离垢佛、无垢佛啊。那么比如说这个，比如说啊，弥勒佛，弥勒是什么？弥勒就是慈心，他常常起慈心啊。那么类似像这样，就是不是好的这一部分，好的让他相续，就是不好的让他断相续，他不再起这个烦恼啊。那么类似像这样啊，不然就精进啊，勇猛啊，在修功德这一部分非常的精进勇猛啊，相续啊。那么所以你不管你拜什么佛啊，你都要了解你到底为什么要拜这尊佛，你跟这尊佛学什么啊。那你了解了，你拜这尊佛，你就跟这尊佛学啊，就好像你拜师学一样啊。那你并不是说你拜这尊佛，这尊佛就加持你消你的业障，没有，佛都要自己修，你不用修，你拜佛，佛就加持你，没有这件事啊，没有这种事，那这个很重要。好，所以他这里讲啊，他说这个念佛有忏业障及善根的功能。那忏业障就是你过去已经造作的，你不再做，那么以前没有的好的要做的你没有做，你现在赶快做；以前已经有做的，现在继续做。啊，其实这个就是这样啊。那深一些的就原相成定啊，其实因为你有这个心嘛，所以你才会拜佛嘛啊。然后你觉得自己不如佛，或是你觉得自己业障重，或你觉得自己烦恼重，你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你找佛嘛啊。就好像你生病了，你不知道怎么办，你不是找医生啊一样。那他说浅一些的，从浅一些的就是你可以啊，你可以忏悔业障，积极善根福德。深一点的就圆相成定，圆这个相就是佛相，就是佛的功德啊，这些。那么成就什么？成就定，就专注啊。比如说啊，这个他说更进而去入正路。那么定的目的，我们说过，定不管你修什么，他基本上这里是讲止观的和三昧啊。定是让你的心专注，心一尽性嘛，它就是心一尽性，心专注，所以正念正定啊。为什么一定要专注呢？为什么心要专注呢？因为没有专注就没有力量啊，没有专注，它没有真上力了，所以它可以引发神通，就是这样。那么最重要的是要引发无漏。这个定，外道也有定啊，定是共外道的啊。
神通的共外道啊，除了漏尽通没有共外道，它是要引发无漏的啊。这个上次有跟大家讲过，它最重要是要引发无漏慧，无漏慧。当然，它也可以引发神通，可以调伏烦恼，可以调伏烦恼，可以引发神通，可以引发无漏慧。那最重要是要引发无漏，就是要证悟，要证得如实相啊。我们说，其实就是要见法，见实相。实相就是无我相，啊，一定是无我，因为生死的关键在我见我爱，啊，生死的关键在我见我爱。那么我们会以为，啊，有一个如实的我，为了这个我，啊，那么起我爱，那我爱就是保护我，保护我就可能在利益冲突下就会伤害别人，就会有种种的业，啊，通常是这样的。所以我爱就有我所爱。那么你见了如实相之后，你就不会在这个地方不断的造业啊。所以他这里讲啊，他说原相原这个镜像就佛像啊。那么成这个定，那我们说过，他有可能是这个三十二相啊，八十种好啊，那也可能是从他的名号啊。那么通常是原这个佛身。那他说，尽力去入正悟，正悟就是正悟无我啊。念佛法门是由浅入深，其实他原来是这样，由浅入深，从持名啊、观想、观相啊，然后来到实相。但是我们通常没有到实相，就把它割开了，持名，然后就往生。通常我们念佛是这样子啊，然后到了极乐世界啊，就决定成佛了。啊，就证无生法忍啊，其实没有啊，其实没有啊。很多人就是过度的解释啊，就是说，比如说啊，《观无量寿经》，即使下品下生啊，那去到也去到极乐世界，五逆十恶的，连命中十念都往生。我告诉你，没有，没有。如果你仔细看《观无量寿经》，你就知道，下品下生的，他是说生到极乐世界，其实不是，为什么？因为他在莲花中十二大劫不闻佛不闻法，没有三宝，没有看见佛，没有听到法。那你看那个真正极乐世界，二六十中念佛念法念僧，他十二大劫不见佛不闻法，你说他升到极乐世界，那就是另外一个世界了。那十二大劫之后，观音菩萨才叫他发菩提心。没有发菩提心，你都去不了极乐世界了。所以我们前面讲过嘛，你去极乐世界四个因缘，四个必备条件。第一个一定要发菩提心，第二个修诸功德，这个是无量寿经讲的，这个是无量寿经讲的。发菩提心，修诸功德，一向专念，回向发愿，上中下辈再修诸功德，分。如果你大修功德，你就上辈。当然，这个功德包括戒定慧。那一定是在慧这边，啊，有无漏无生法忍，就上辈往上辈，中辈修诸功德，下辈多少修善，没有修那么多，这里来分上中下辈，啊，那并不是说哦，那你也没有发菩提心，而且还五逆十恶，你命中十念你就往生到极乐世界，而且去到极乐世界。受用功德跟如佛一样，欸，我看见很多人，我听见有一些人都这样说，我告诉你，这个不合乎无量寿经的经义，不合乎观无量寿经的经义，不合乎净土法门的意义，不合乎，没有这样子的，啊，但是因为我们说过嘛，你净土法门就是净土法门有很多了，但是以阿弥陀佛的净土法门为主。以无量寿经为主，无量寿经讲三辈往生，它就是这四个，上中下辈都是发菩提心，修诸功德。那修诸功德分上中下辈，看你修什么功德，修多少功德才分上中下。那其他一向专念、回向发愿这两个要，那但是很多人只有一向专念跟回向发愿，也没有发菩提心，也没有修诸功德。那就强调，我念佛就是修诸功德，念佛不是修诸功德。
如果念佛，很多人就会举有一些祖师讲的，或是有一些大德讲的，念佛就布施，念佛就持戒，念佛就忍辱，那他就不用讲，他就不用讲修诸功德，他直接讲一向专念不就好了？因为一线香一向专念就等于修诸功德，那这个不用特别说还要修诸功德，还要一向专念啊，是不是？啊，这个道理很明显嘛。因为念佛，因为很多人这样讲，念佛就是有一些人啊会特别这样讲，你不用杂修，你不用杂修，哦，还要去做什么？要去什么？其实念佛的祖师也分很多种啊。那有些人就是说，哦，你念佛还要想要行菩萨道啊，干嘛呢？那个是杂修，不行，要专修。杂修不能去，要专修才能去。专修是什么？就好好待在家里面，好好念佛。这样的说法不合乎无量寿经的意思。甚至也不合乎《观无量寿经》跟《阿弥陀经》啊，就是净土三经嘛，啊，你看，啊，那么发菩提心，修诸功德，这个我们都要不断的强调了，因为很多人观念都在这一边，他认为我能够好好的念佛。我就是大布施，就是大持戒，就是大忍辱，就是大清净，修诸功德，然后一向专念。你看哦，强调专修的人就讲这个而已哦，一向专念。专念当然念阿弥陀佛，然后回向发愿。你没有回向发愿，你也没办法去。好，假设啦，我们以往生阿弥陀佛的净土为主。因为这里其实是在讲修定的。讲念佛三昧的，但是我们就也顺便讲啊，回向发愿。那通常在修诸功德这边分上中下辈，啊，上辈是大修功德，啊，那中辈是修诸功德，下辈是多少修善，啊，那好，啊，这是多少修善，就基本上功德就不离开。六度四圣或戒定慧，基本上不离开戒定慧啊。大修功德，好。假设你念佛六字洪名，就包括布施、持戒、忍辱、清净、禅定，就包括一切功德，这个就不用了啊。你就一向专念就好了，对不对？那为什么要讲四种？这就表示他不是嘛，他不是嘛。所以他这里讲啊，那么他其实是由浅入深，其实原来的念佛法门就是慢慢跟你引导到让你得解脱的啊。那大圣比较重发菩提心，就是不是单单求自己的解脱，而是你自己有能力解脱，然后带领其他的众生也得解脱，其实是这样啊。所以大圣很重发菩提心。所以他这里讲由浅入深贯彻一切，所以在大圣五进行中早就以念佛来替代戒分别啊。那么这个五进行啊，这个前面也讲过，那基本上一般来说就是属习观、不净观、持心观、因缘观跟戒分别观啊，这个叫做五净行啊。那这个上次我们也有讲，在第几页呢？在220页，大家可以看一下啊，220页，这里是三圣共法里面的啊，我们可以翻来看一下，叫做五停心啊，五停心叫做五种净行。220页倒数第四行，你看这里也讲大圣的讲法跟三圣的讲法，我们可以参考。那你看这里讲不净即慈禧，有没有？四明二甘露，这个是三圣共法里面的止观的止。那么大圣里面的就讲什么？
讲念佛跟持起，就是不净改成念佛了。好，那我们来看这个佛所开示的禅观，约众生的烦恼不同啊，不同的对治啊，叫做五停心啊，我们叫做五停心啊，啊，四念处五停心啊，五停心。那么这个五停心，这里叫做五种进行啊，其实上依玄奘大师的翻译啊，叫做五种进行啊，叫做进行所缘啊，就一切世界论里面的啊。那你看不净观对贪，慈悲观对嗔对治啊，啊缘起观对治愚痴，戒分别啊对治我慢啊，那么戒就是地水火风这些了，地水火风空是六戒啊，那么基本上这个是在观无我的，就是观这个身心地水火风空是啊，是它是对治我执的我慢的啊，其实就是无我啊，在重点在观这个戒分别。那么持习念啊，其实就是安那波那了啊，就是对治善乱。好，那这个叫做五停心啊，这里叫做五进行。好，我们再翻回来啊。那么这个五进行里面，后来用念佛来代替戒分别。那这个是从印度大乘的时候就有了，那特别是像鸠摩罗什也是这样，然后。鸠摩罗什跟他受，就是受他跟鸠摩罗什受戒的那个好像是佛陀密多啊，那么基本上也他有传一个五门禅经要用法，他也是就是把念佛代替戒分别啊，戒分别。他已经是把念佛代替了啊，所以啊，这个念佛还念菩萨啊，那一般是念佛，但是大圣里面就是佛菩萨。那我们现在念佛的多，那念菩萨的其实也蛮多的。比如说地藏法门，很多人就念地藏菩萨；那观音法门，很多人就念啊观音菩萨啊；然后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弥勒菩萨，这个都有人念啊，都有人念啊。那所以他这里讲啊，并可依相色啊，不是，并可依相色心而修习，就是比如说你说光明受经。除了观佛的相好，那还观观音菩萨，还观大势至菩萨，啊，因为他是最主要的菩萨，啊，他也有依相，依这个佛像或菩萨相而摄心修行。到了密法这一部分就多了，啊，就是他有所谓的本尊，啊，那么文殊的啦、普贤的啦，啊，他有所谓的本尊，那也是一样，也是一样依这个相来摄心而修行。那进一步，金刚夜叉啊，是佛菩萨的化现啊。这其实在讲禅观的演化啊。他原来啊，你看他，你看哦，你看，你再往前面看，他最早是禅观佛陀的教法，一般像最主要一开始比较常用的，他基本上就是安那波那，就是持习啊，一般我们叫数习啊。那因为不一定数了，有时候观呼吸啊，叫做观呼吸啊。那另外一个就是不净观，这个是三圣共法里面比较常用的，大圣里面比较常用的是念佛跟数息。那么不管你是三圣大圣，基本上都是通向无我，都是要见实相，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啊。那并不是说重点，并不是说念佛要往生啊，没有。重点是念佛，由念佛由浅到深要见实相，啊，那主要是这样。那后来慢慢就变成也念菩萨，然后后来就变成念夜叉啊，这个密教最多，金刚夜叉啊，叫做他们叫做明王啊。那最有名的密教里面比较有名的叫做所有夜叉中的王，叫做密基金刚。他们有时候叫慧基金刚啊，就是
基本上夜叉是佛教里面的所谓的劫机鬼，他比较有力量。那么夜叉跟罗刹，如果在佛教里面有一点不太一样，我们比较常见的是有夜叉啦、罗刹啦、阿修罗啦，通常依佛教、印度的文化跟后来佛教说的就有一点点不太一样，那么当然这个都是印度文化里面来的了，那夜叉依佛法来讲，罗刹是比较会吃人的，那么夜叉是对人比较好的，他是吃鬼，他是吃鬼的，他吃鬼的，那这个是会吃人的，罗刹，所以这个对人是比较好的。那通常一般天龙八部里面比较信佛法的，因为我们讲夜叉好像比较没那么好。印象比较不好，但是我们讲药叉的话，看起来就是比较，药师佛嘛，没有蛇药叉，就听看起来比较好看一点，基本上像四大天王，他就是也是夜叉，那也有说这个刀立天主，他也是夜叉出身的，他的太太叫做青衣夜叉，基本上很多的夜叉，如果是学佛的，他就叫做护法神，他其实是护法神，所以会修理人的，基本上比如说我们常常听到说有一些人在寺院不用功怎么样被护法神修理，基本上都是夜叉，因为他们还是带有一点嗔心的，还是有的，绝对不会是被菩萨修理，菩萨不会修理你，菩萨只会引导你，他不会看你不用功打你屁股，不会这样。如果会的，那个基本上是夜叉神。好，那这里讲到后来就观夜叉，后来这些夜叉就变成是佛菩萨的视线，后来就变成这样。那这个在地藏经里面就很明显，什么鬼王什么鬼王什么鬼王，后来都是佛菩萨。然后在华严经里面也是有些影响，什么天什么天，其实都是佛菩萨的视线。那这个有一点点未来会有副作用，你就会觉得，不管好的不好的都是佛菩萨的视线，其实不是，甚至后来有些人就会讲，所有一切在你身边伤害你帮助你的都是佛菩萨的视线，就讲到最后，所有人都是佛菩萨，只有你不是，这样也很麻烦，其实也不是这样的，那后来因为很多鬼神变成都是佛菩萨的视线，所以密教里面把这个夜叉愤怒贪爱的都变成是佛菩萨的视线，愤怒尊贪爱尊抱在一起的拿着什么棍的什么一大堆有的没有的这种，其实他就是夜叉，他就是接近天，但是不是天，半天的，就是只有天，就是他的德恨，他的善业没有天那么好，那导师这里是在说修这个相。依这个相来修这个定啊，念佛嘛，念佛后来就变成观这个佛像，那观这个佛像后来就又向下降一个，变成观菩萨像，那观菩萨像后来就变成观天相，那天相又底下又一个变成观夜叉像，那变成夜叉像就是佛菩萨的视线，就变成这样。那密教里面很多本尊他也是这样，好。所以他说，但是他基本上就是所言而已，让你的心专注，让你的心专注，那有些就结合那个青黄赤白，就变成绿度母啦，就是绿色的，然后那个像，夜叉像啊怎样，因像这样，但是这样讲就变成是什么修天，天相那个天相，即夜叉像。因为四大天王基本上就是夜叉，所以基本上是天相。因为佛再不是解脱相、持和相，就不再是了。应该是佛不再是解脱相、持和相，慈悲温和的了，而化为愤怒尊、贪欲相。这个基本上只有密教有，
大圣没有，南传的就更不用讲了啊，那个肯定不是佛啊。而南传的像泰国有一个四面佛，那四面佛当然不是佛，是梵天王。其实是这样，其实北传的也有一些，北传的有一些基本上也是跟印度教的这一些神像结合的，就是佛菩萨像啊。那比如说千手观音啊，那被传的比较多了，但是其实千手观音是从密教中来的，显教，我们一般大圣显教的经典里面，佛菩萨都是人，一个头，两只手，两只脚，没有那一种四只手的，比如说准提菩萨啊，几只手，几只脚，几个眼，几个头，没有这个的，啊，即使在显教里面也一样，但是密教就不一样。密教就变成这个，比如说千手观音也是从密教的经典里面，那么它就是很多只手、很多只脚，那么或是几个头、几个眼睛的，这种在印度也是这样。如果有一个小孩出生有四只腿，他们就把它当作神哦，啊，真的，那就觉得这个是什么神下来的。那这种很多只手、很多只脚，其实是。你看印度的印度神其实是这样，还有一个就是北传也有，就是有坐骑啊，骑什么。其实在这个北传里面，比如说他基本上也没有说特别骑什么，没有坐骑的基本上也是印度神啊，比如说梵天骑孔雀啊，后来就变成孔雀王啊。那基本上有一些他们都是有坐骑的，印度的神里面基本上有些拿武器，有些有坐骑，他们做什么骑什么。后来北传有一些菩萨，大圣经典里面其实没有讲菩萨有骑什么，其实没有。后来的北传的这个菩萨基本上都有坐骑，比如说文殊菩萨骑狮子，其实这个是密教才有的，其实显教里面基本上。没有，文殊的经典里面没有说文殊菩萨骑什么，没有这种普贤菩萨骑白象啊，那么骑大象，六爻白象，啊，这个观音菩萨到中国就变成骑龙，啊，骑一条龙，那，啊，地藏菩萨好像那只不叫地天，不知道叫像狗又不像狗的，不知道叫什么，啊，类似像这样的，啊，那大概就后来就变成有这种造型。那原来是没有的，原来没有特别起手，那这一些基本上都是结合的这一项，那密教就多了，啊，就是这个佛菩萨底下还踏了几只鬼，啊，或是抓了几个什么，类似像这样，这个其实都是密教里面跟印度教结合的，就是印度神的概念结合。那因为你在印度当然是你度化那些人，他基本上。就告诉你菩萨的威德，基本上是这样子，摄受那一些人而渐渐演化出来。那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这个念佛，观佛，以佛为缘，念佛这个本来是念佛的相好，后来变念佛的名号，然后本来是要这个正实相由浅至深，要解脱要证悟的，后来就变成只是求往生，然后本来是念佛，后来就变成念菩萨，后来变成念天，后来变成念夜叉，反正就是这样，就这样慢慢变，但是他一样是可以专注。那因为你的心在这里，所以他就引导你观这个，其实是这样，所以这个也是在讲这个在大圣的一些演化啦。那么念夜叉啦，念天这个在三圣共法里面就比较没有啊，他们比较没有这种东西。那大圣基本上很多讲方便啊，然后摄受那一些人，所以就比较多的不同。所以你看这个念佛啦，念金刚业障，三圣里面也有念佛，但不是这样念，不是念佛的身相，就念佛的名号功德啊，其实是这样。三圣共法里面的那比较少念佛。那么有的话就是念佛的功德，念佛的深处这种，转涅槃的地方，
就是涅槃时、生死转法轮时、修成道时，生时、成道时、转法轮时、涅槃时，念这些功德，那后来就转成念佛的身相，而且强调念佛啊，那比念其他的啊，那就是他我们讲过啊，可以除业障啊，可以除种种烦恼啊。所以啊，他说也可以依之修习，那但这个就成为修天，因为佛不再是解脱相、执着相，而化为愤怒相与贪欲相。到此啊，佛与天几乎合一。这个就是这里是在说修这个止观哦，在说止观，观佛的这一部分，然后观菩萨。到最后观天观夜叉，是这样。好，他说大圣并非天圣，天圣就是人天圣，人称天称，声闻缘觉佛就五称了，那么修止并非修观，就是说你比如说你观佛，观佛这个相好，它还是止，它不是观，有你观呼吸。观呼吸，你虽然说是观呼吸，它是止，它不是观，是这样，所以它是修止，并非修观。所以尽管也称为念佛，但到底是重定而流入天乘，还是化天乘而流入佛乘，那就要看，就你这样修，修到最后到底是变怎么样，那就看你修的时候是用什么心来修。这很简单嘛，其实一切都是心为主导。比如说你要布施，那么布施到最后有什么功德，要看你依什么心来布施。你是为了成佛布施，这个就是成佛的资粮。你是为了解脱布施，那个就是解脱的资粮。你是为了升天布施，那个就是升天的资粮。你是为了下辈子来有福报来布施，那个就是你下来以后做人有福报的资料，一样。比如说你供花，很多人买花去供佛，你为了下辈子更漂亮，那来供佛，那你下辈子会变漂亮，变庄严。你为了升天供佛，那么你可能就升天，这可能而已啦，那你为了解脱，你去供佛，希望供佛跟佛有因缘，听佛说法得解脱，那么你就是解脱的因缘。你为了成佛而供佛，那就是成佛的因缘，所以基本上要看你用什么心，包括你观这个相一样，你念佛一样嘛，你念佛，那么你是用什么心来念佛？这个念是观心念，不是口念哦，不是口念。所以他这里讲，是你要看你是否有大圣的特质，到底你念佛观佛之后，你是升天，还是解脱，还是成佛？你是大乘还是天乘，还是人乘，这个要看你是用什么心来修。那如果大乘的话，那必须要三心相应，三心是什么心，那三心就是菩提心，所以念佛一定要菩提心、大悲心，还有一个呢，要跟实相相应，无所得心。所以《大般若经》里面讲的三心，一切智智相应作用。这个就是菩提心，一切智者是佛，一切智者的智慧，这个其实就是成佛。想要成佛的心，这个叫菩提心。严格来讲，要叫无上菩提心，因为菩提是正觉的意思，声闻缘觉都有菩提，但是我们就简称叫做菩提心。菩提心就是成佛的心，有叫成佛的心，简单讲就是这样，成佛的意愿，成佛的心。好，大悲为上首，就大悲心。这个是《大般若经》里面的，就是一切智智相应，作为三心，大悲为上首。这个是大悲心。
为方便，这个就空性慧，就无所得性。其实重点都要得无所得，基本上就是空性慧，或叫性空慧，就无所得性，就三心。空性慧基本上就是无我的心，就是你观佛念佛要念到实相心，这个心你要知道身跟心无欲无我，无我，无我的智慧缘起，基本上就是缘起无我，中道实相。那你如果有证这个相应，那你就是大乘，就是你是为了你要为了成佛，要利益一切众生，那你能够通向就是通向这个无我，趋向这个无我，那么三心相应，三心相应而修像金刚讲的，不住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那他不住色身香味触法，基本上就是空性慧，然后你去布施，要利益众生。一大悲心，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修六度四摄，然后你为什么你要成佛？就基本上就是这样，这就三心相应了，所以叫做三心行六度。那他一开始就告诉你，要发菩提心，怎么发菩提心？一切众生我都要让他得无欲涅槃的灭度之。那么身在真实生化身，有色无色，有想无想，无有想。然后你要怎么样？你要什么样？才能够让度一切众生，那你要成佛，那要怎么成佛？要修六度四摄。你成佛度众生，还没成佛之前，菩萨道就不断的利益众生，用无我相应的心去利益众生，不住色身香味触法，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基本是这样。那么大圣的三昧，大圣的三昧跟三圣共法是，就是大圣不共法。所以我们说有时候要换回去对照看到底差在哪里，它也有三昧，也有止观，三圣也有戒定慧，大圣也有戒定慧，那差在哪里？那你们这样如果对照前面的看，你们就会发现到，第一个它三圣共法，三圣共法比较重在不净观跟属习观，大圣属习观依然有，但是重在念佛观。那念佛开始慢慢演化，那么念佛原来它是在止这方面的，它也是止观的一部分。念佛原来是止观的一部分，那么止观基本上就是由定发慧，基本上是这一部分。那后来就慢慢慢慢念佛变成是专求往生的。好，那另外一个念佛原来观就是观佛，念佛后来就变成慢慢慢有所谓的观想观相，那么一眼色心的，它基本上是色心的。后来就观这个相变成观佛，变成观菩萨，然后后来变成观天、观夜叉，就变成这样。它有这样的一个变化，但是你的心菩提心如果没有出来，那也不是大乘的，它依然不是大乘的止观，是三乘的或是人天乘的而已，所以一样，你看菩提心很重要，菩提心很重要，还有就是。你不能单单只有菩提心，没有性空慧，没有性空慧也不成大乘，那所以菩萨道第一个一定是般若道，以证无生法忍，就是得空性慧为主，好，好，再来看，讲这个念佛由意念。它不是嘴巴念，是意念、心念。真佛非相佛，观相而持心，善事一方便。因为念佛是大乘里面修止观比较重要的。我们说北传佛教基本上跟修止观有一些些相近的，因为大部分都在诵经拜忏，大部分都是这样。道场只要有共修，离不开诵经拜忏。那么比较有相应，就是比较相近的，大概就是禅期跟佛期，就是比较专心啊，就是比如说念佛，
啊绕佛啊那一项这样，然后还是参化佛啊行禅坐禅啊，基本上这两个比较有，那其他多数那这个也是偶尔才办啊，也没有常常办啊，那大部分就是啊地藏宝会啦，送地藏经啦，啊然后金刚宝会念金刚经啦，啊他也不是明白道理如理思维，他就是把它念完啊，然后念大悲忏啊拜啊，然后梁王宝忏啊，反正就是这些了。忏法后来就变成然后反正水陆法会啦，反正类似。那么现在更复杂一点，早期还没有那么复杂，现在更复杂，因为藏传的进来之后，烟供啦、火供啦，修什么财神法啦，什么一大堆长寿法，烟供火供嘛，现在很多，因为有人在提倡，就很多烟供火供，尤其特别我看很多那做生意的哦，烧那个什么香什么香啊。那又更复杂，那个基本上也是鬼神相应的，都是鬼神相应的。那其实一般来讲，你真的是要发财或是要福报，不是请鬼神帮你。鬼神如果那么厉害，他就不会成为鬼神了。他比人福报比人还差，他比你还不知道怎么修福报。我告诉你，你还请他啊？你还要从他那边求福报，就好像健康的人去找病人的人求解方一样，请鬼拿药单一样，他就是病得比你厉害了，你还要叫他怎么请教他怎么保持身体健康的方法，他鬼道是比较没福报的，鬼道就算他是鬼道中的有财鬼。鬼道中的有财鬼都没有人的福报大，就好像美国总统养的狗有福报吗？吃好住好，人家看到他还要跟他敬礼。我告诉你，都没有一个乞丐的福报大，他就是受那个身嘛，吃那个东西嘛，一样哦。所以三恶道鬼道的众生一定是比较没福报的，烦恼比较重。那么你还跟他求福报，因供果供，然后请他给你福报，不是颠倒吗？有很多人这样，我发现很多人不晓得这个道理。好，所以他这里讲现在开始在讲，那到底念佛跟止观，那有什么样的关联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念？好，为什么念佛可以得三昧？那得的是什么三昧？好，所以他这里讲，你念佛，因为他这里讲是修止观哦，他不是要往生哦，他这里是念佛修止观的。现在讲到定的部分，奢摩他定的部分，那由念佛跟观呼吸。那观呼吸前面就讲过了，观呼吸在三圣共法里面就有讲，但是这里会讲的比较清楚，后面有讲观呼吸的部分，会讲的更多一点。前面三次过往没有讲那么多，好，那现在讲念佛。他说细念佛，念佛就是细念心，细念以佛为所缘，细念佛为所缘，这个佛为所缘有佛号、佛像、佛功德，基本上是这三个，就是佛号。那佛号后面包括佛的功德、佛像。佛像三十二相报中也包括佛的功德，或是就是念佛的功德，生死转法轮时什么类像这样那么以佛为所缘而修行，应知这是由意念的，所以它不是嘴巴念，不是口念，不是声音的问题，是心的问题，所以是由意念念佛。那有一些人就是强调在声音念佛，声音念那个准。所以以前我刚学佛的时候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念到底要念阿弥陀佛，还是要念阿弥陀佛，还是要念阿弥陀佛到底怎么念功德比较大？那大悲咒到底是要念梵音版的，还是要念藏音版的？要念闽南语的，还是要念国语的现在还有这个所谓的梵音版这个文件很多，还有84句的，还有大悲咒很多版本那
怎么念比较如法？比较如法的意思就是说，怎么样念那个声音比较准？声音不准，那个功德就会减半。这样的说法不是佛教的说法。佛教所有的功德都从心来，不从声音来。你念阿弥陀佛，你念阿弥陀佛，你念唵嘛呗咪吽，你念唵嘛呢叭咪吽啊，基本上不是声音的问题，是你意念的问题。啊，那重点在这里，不是声音，但是有强调声音，这个是印度教啊，或是吠陀经里面他们强调那个声音。有所谓的宇宙的原因 ，Om 那宇宙的原因，那么你一声音发对了，它就具有那个功德，它就能够接收那个功德。你这个声音跟宇宙的原因接通了，你就从它那边接收功德。佛法不是这样，佛法的功德不是从外面接收来，是从里面发出来，里面从里面接收来，就好像戒体也是这样，戒体很多人会认为说，我受戒，因为受戒的时候要观佛，啊，观如影如盖，然后佛像，然后放光给你，然后你看到佛，你就得到戒体，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戒体不是外面外受，就是佛，哦，你来受戒很虔诚啊，佛把戒体放光加持，让你得戒体，没有，不是这样，戒体不是从外来，是从你的内心。我要持这个戒，我心里面想持这个戒，心心念念，我要这样做，从这边来，并不是说你在受戒的时候观佛，那佛就把他的戒，因为你虔诚专注，佛就把他本身具有的戒体分一份给你，让你得戒体。你得戒体不是正在受戒的那个时候，是你受戒完。当然，你正在受戒的时候有那个心，你就得戒体。但是重点不是那个时候得戒体，而是你要想要受戒的心，到你受戒完，你一直心心念念要持戒，那个叫戒体。并不是说佛放光加持你，那么你就有戒体。所以你要赶快观佛，那观到了就是有戒体，观不到就是没有戒体，就戒体不清净，不是这样。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哦，那时候。那个时候在受戒的时候看到佛，我戒体清净。戒体清净不清净不是一刹那的事，是一辈子的事，是进行受的事，不是那个时候正在受戒那个时候一刹那的事，不是。所以很多人误会啊，我见到佛像我就得戒体，我没有见到佛像我就不得戒体。戒体不是从外面加到里面来的，是从里面你有心。要受这个戒，要持这个戒，不断远远心心念念，很注意，我不可以犯，我不可以犯，我不可以犯，啊，我要遵守，我要像佛一样，啊，如佛尽行受不杀生，我尽行受不杀生，是这样子的，心心念念都在想要跟佛一样，心心念念不违反这样的，这个叫做戒体，并不是看你受戒这么虔诚。佛把他的戒体分给你，不是这样子的。佛放光加持你，让你有戒体，不是这样，啊。然后这个戒体就保护你，啊，让你不受一切天魔外道的侵扰，不是。戒体是你自己发心来的，不是佛加持给你的。你依佛得戒没有错，但是因为你要向佛学习。那很多人误会，啊，所以一样啊，念佛也是这样，是从你内心要跟佛学习，而不是佛有很大的功德，我念佛佛会加持我，观念是一样。很多人误会念佛的本意，我阿弥陀佛发48大愿，所以只要我念他的名，他就会加持我，一样这个道理。那我释迦佛啊，那个我出家，我跟他出家，所以他会把他的戒体给我，我从他那边得戒体，不是。你
你从他那边得戒，是因为你的心要跟释迦佛学。你从阿弥陀佛那边得加持，是因为不是真的阿弥陀佛加持，是因为你要跟阿弥陀佛学习。阿弥陀佛这样做，你也这样做，所以阿弥陀佛得这个功德，你也得这个功德。其实是这样子的。那释迦佛这样的持戒，你要跟他学习，所以他持这个戒，你也持这个戒。如诸佛尽行说不杀生，我尽行说不杀生；如诸佛尽行说不偷盗，我尽行说不偷盗。释迦佛自从修道以来，他不做这件事。好，我跟他学习，我不做这种心心念念，我就这样做，那个叫戒定。所以我们来看，一般的散心的称名念佛，也还要重在意念。记得哦，是重意念，不是重声音。所以你还在讨论到底要念阿弥陀佛，还是要念阿弥陀佛？到底要念六个字的，还是要念四个字的比较如法？那个都在哪里？都在门外。你要用什么心来念？你要想的是，我要用什么心来念这一尊佛？我念这一尊佛是要做什么？不是声音的问题，是你意念的问题。你是什么心来念？所以何况缘佛像而修之。现在说的不是要往生哦，现在说的是修止，止观，念佛。因为一开始念佛基本上是这样的，它就是止的一种方法。本来是修戒分别的，但是后来就用念佛来代替，因为佛灭后大家想念佛，而且大家佛这个所缘，它基本上会引发善心，然后会比较专注，那它有很多的好处了，所以他说在起初，现在讲念佛就是念佛的相好，我们讲。念佛有三个，一个就是念佛的功德，念佛的相好，念佛的相好跟身相，三十相八种好。那三十相八十种好里面，这个是指相好这一部分，像《观无量寿经》里面，它就很清楚的描写，还要怎么观怎么，但是那个比较复杂，那个一开始要先简单的观落日，观成就的慢慢观，才观到后面那个已经是第十二观、第九观、第八观、第十观了，那后面就观一正庄严，就越来越复杂。他说：“在起初，神取佛的相好而修行。我们说，基本上就是名号、功德、相好这三个。那这三个是有互相通的。名号后面就是功德，相好后面也是功德的。那切勿因为佛像的不易现起，现起而不易坚定，就置佛像在前，望着佛像而修行。好，那么这个也有。”后来部派里面有很多，那么有些也是照佛像去观佛像的，这个叫做观相。但是一般来讲，这个观相它有两种，一种就是你心中起观这个相，然后把这个心里面忆起这个相，忆起这个相。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有些人就一直拿一个佛像在前面观。导师说的就是说。那么你不要因为你，因为它重点是心，不是眼睛，也不是声音的问题，不是你一直看着佛像叫做观相，不是哦，不是说，因为我们都通常都会拿一个佛像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不是，不是你一直看着佛像叫做观相，是你看着佛像之后，你要忆取那个相，在心里面意念那个相，专注那个相，你就一直眼睛看着看着，看到眼睛会累，那你不是这样一直看，不是的。你不进观也是啊，你不是一直看啊，你看的时候就闭眼，然后意就是意那个相，也一样，你不是一直看一直看，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他讲你在观相的时候，你不要因为佛像的不易现起，然后或是现起一下就不见了，那你就一直一直看这个佛像，那么望着佛像而修行。
所以他说修止成定，这个是定中意识，不属于五识。因为这个现在我们讲这个念佛观相，这个是要修定的。那这里讲到定中意识，那么好，定中意识是与定相应的事。那么定的时候，它这个我们这个感官啊，我们入定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很多感官是不起作用的。入定的时候，前五识是不起作用的。前五识是眼耳鼻舌身意嘛，眼耳鼻舌身啊，我们讲六识。识就是了缘嘛。那你入定的时候，眼见识，你前面的境界你是不知道的，耳尖声音你是听不到的，如果入定了。然后嘴巴也闻不到味道的，不是，就是这些境界你都不会去了别的，五识前五识，只有意识啊，眼、耳。因为我们北传的比较少在修定啊，所以这部分就会我们会比较不清楚啊。那身识就是啊，你皮肤会痒啊，为什么呀？若定就比较明，这个是前五识。这个是第六识，叫做意识。那么入定的话，这前五识是不相应的，它叫做定中意识。那么这个意识的部分在啊，在这个成为识里面啊，那就是唯识里面讲到，所谓的第六识里面又分啊，又分几种啊。他这里讲。他说是定中意识，不属于五识，就是不属于前五识，眼耳鼻舌身都没有啊。所以你眼睛，如果你一直看佛像，你不能成定，没办法成定。如果你一直听声音，你也没办法成定啊，因为声音是常识。所以你如果入定的话，那么这个五识是不起作用的。所以他叫你不要一直看着佛像，一直看着佛像，这样你没办法。如果你要往生，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你要依此修定的话，这样是成不了定的，就是你一定要闭眼，然后用意识去观。那他这里讲到六识里面，第六意识啊，就是第六意识，意识就是第六识了、那么第六识里面又有几种？一二三四，有四种。一个叫做明了意识，明了意识是与五识俱起啊。比如说我眼睛看到什么，那我心里面知道我这个是什么啊，这个是灯，这个是佛像，这个是什么？那也有意识作用，它不只是眼识的作用而已，一定有意识的作用。但是跟前五识俱起啊，那么这个叫做明了意识，跟前五识同时聚起，明了分别啊。比如说你现在听我讲话，那么你有意识的作用跟耳识的作用啊，即是这样。那你现在看到我，看到这些字，你有意识的作用跟眼识的作用啊，同时聚起，你才能了别嘛啊。那这个叫明了意识。另外一个就是定中意识，就是这里讲的，这五识是不起的。那这个是跟五识聚起的，定中意识就是五识不起，只有意识的作用。定中意识不与五识聚起。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叫做独善意识，那么这是比较善乱的，也是不与五识俱起的。还有一个叫做梦，比如说空花水月这种的啊，那没有的啊，那他因为他不是真的眼睛耳朵鼻子看到的啊，这个是自己这边想，但是善乱的。算了，另外一个叫做梦中意识。那么因为你睡觉的时候，那么它纯粹是梦中现起的，它也不是，它也只是意识的作用，它跟五识作用也没有关联。你不是真的看到，你在梦中看到不是眼睛的作用，不是意识的作用。你在梦中听到的东西也不是耳朵的作用，是意识的作用。那这个叫做梦中意识。
那大概吧，大概就是成本论里面讲到，就是意识里面还有分这些，就是意识起作用的时候，那念佛基本上要修止的时候，那如果你成三昧的话，成止的话，那是定中意识，它是五识不起作用，所以它告诉你不要用眼识，不要用耳识，那基本上是这样。重点是那个意念，重点是意念。那当然，你一开始念佛的时候，一开始有些是重耳识，就是耳朵要听得清清楚楚，那嘴巴要念得清清楚楚，这个是声识，然后这个舌识，那舌识是味道，这个是声，这声音。然后一般是这么教的，就是说你念佛的时候，那么要念得清清楚楚，要听得清清楚楚，但是也要想得清清楚楚。啊，就是你基本上就，那最重要就是你心里面要想得清楚，心里面要清楚。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念佛通常都是求往生的，而不是修止的，所以又不太一样。所以他说，因为他现在告诉你这个是定中意识，所以你不能够用一直用眼识来观这个佛像来现，那这样是不能成就的。所以如眼识取色相而修。就是心由外面转，就是在眼耳鼻舌上修，那没办法，眼耳鼻舌身上五识上，你没办法得三昧，就没办法入定了。要知细念所缘相是相内色心，那一定都是色心的，是由意识所安立的影像。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是意识安，不是前五识。他这里讲意识就是分别该前五识，不是眼耳鼻舌身的作用，不是。那么所以止观，因为现在在讲止观了，跟我们一般说念佛要求往生那一种，不是不一样的东西了。所以止观的所缘相叫做影像。那因为这个是由意识所现起的，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东西，然后取，然后在意识上写出一个影像，其实那个意识的影像，凡是修止的，都是意识所安立的影像，而使它安住。包括你修落日光也一样，那你观这个落日，你不是一直看呢？你看完了之后，你要闭眼，然后闭眼的时候，落日就。在里面，在那个意识取那个相，那你在不清楚，你在看，那看起来你闭眼就好像你开眼看到的，那你不能一直开眼看啊，不行，所以你必须要有意识，那这样才能够专注，才能成止奢摩他，即是这样的，那所以他讲，那安住就是你那个相一直是这样，比如说你修光明想也一样啊，光明想那么。之前我在福建的时候，我也曾经要修光明想，先取外面的白天的就先记起来，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就把那个相意念，或是我曾经在自己的佛堂里面点一个灯，然后就关那个灯，然后闭眼就要关这样关。那你不能一直看，你不能一直看，你就是看了之后你就要一取那个相，然后就取那个相，你必须眼睛闭起来的时候，就好像眼睛看到了那样。那修日观也是这样，你就黄昏的时候在那边看，然后因为很清楚嘛，然后你闭眼的时候，你不能一直看一直看，看到太阳下山，那永远没办法成就啊。那你这个落日观永远修不成，它就是要让你专注沉淀，然后落日观完了之后，就地观、水观，就慢慢慢慢慢，然后就是这样一，它你看它也是由浅到深，但是不是意识，不是眼睛的问题啊。所以有一些人他。有一些人观佛，因为他不是要修奢摩他的，所以他基本上就阿弥陀佛就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那但不是修奢摩他，这就是另外一回事的。他只是要意念阿弥陀佛，希望阿弥陀佛接引他。那这样就另外一种。好，所以他这里，因为他这里是在讲三昧奢摩他，所以他说安住意识所安立的影像，现在意识所安立的影像是什么？就是佛像。就是佛像，然后不但念佛是这样，有些修止的略得安定，前五系相似等流，相续等流，没有随念即
嫉妒分别，就以为无分别定，即为可笑。啊，那这里又有几个名相，有三个名相。我们把这个稍微讲一下就好。因为这里比较讲的是比较唯识的啊，或是比较部派里面讲的这些名相概念，他这里讲到了一个随念嫉妒，随念分别，嫉妒分别。那通常是这样，这意识有三种分别。刚才我们讲这个意识有几种啊，就是有四种：明了意识、定中意识、独善意识、梦中意识。那么这里，这个事就是了别，就是分别，或是一般叫做了别。好，那这个有三种啊，这个部派里面或是杂集论里面啊，大圣阿毗达摩杂集论啊，杂集论里面讲到三种分别，啊、通常也都是这么讲，部派也都是这么讲的，一个叫做自性分别。一个叫做，就是后面就是两个叫做随念分别跟嫉妒分别，随念分别跟嫉妒分别。那什么叫自性分别呢？自性分别没有讲，但是他这里讲没有随念及嫉妒。那么自性分别啊，其实就是前五识。眼耳鼻舌身对现前的境啊，那么了别就叫这个叫做自性分别啊，就是这里的前五识相续等流啊，那、就是你眼睛看到这个东西，那你知道这个是黄色，这个是红色，这个是花，这个是佛像，那么这个叫做啊自性分别，就是前五识对现前的境了别，这个叫自性分别。那么随念分别，基本上就是这个对于啊，最主要的是意识啊，对于你看过之后，然后你心里面啊，然后在不是现前的进来，比如说我看到你之后，那么等一下下课了，我想到哦，那个人刚才戴的黄红色的口罩啊，他长得怎么样怎么样，就开始忆起来你过去曾经想看到的。刚才看到的，但是现在境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境存在的是五识相对应的。那现在已经看到，想起昨天，想起去年，啊、想起刚才、啊，那这些叫做随念分别，啊、这个叫做随念分别。那个随念分别就是不是五识的，因为不是现前的境啊，它纯粹是意识上的啊。那么当然，我们说这个五识里面一定要有意识，不然它也没办法啊。所以意识跟前五识聚集的，那这个是。只是意识忆起过去的，想起过去的，然后去追想，这个叫做随念分别。那么嫉妒分别就是他讲过去、现在、未来、现在，包括现在没有看见的事，比如说空花水月这种，那么你去思维分别过去、未来、现在，想过去、想未来，未来就没有现前了，过去也没有现前，那现在有一些事啊，那么你是只是想出来的。啊、不是真的有的，不是你真的看到的，那这一些都叫做嫉妒分别，所以这个是过去的，这个是过去、现在、未来，过去跟未来应该没有现前嘛，那现在有一些不现前的，你去想，然后这个是现在，那么这三种叫做啊，这个意识的三种，就是有这三种，自性分别，这个天前五识，这个随念分别，想起过去的，啊、想起未来的。想未来要怎么样，过去怎么样，然后现在有一些不现前的境怎么样、那么这一些就是所谓的随念分别、嫉妒分别。所以他说前五是相续等流，但是你没有想过，没有铭记追忆过去的事，也没有去推理判断这一些，你就以为你得了无分别，不是，还是有分别。不是无分别，他说你误会了，但你就认为你已经是无分别了，心无分别了，其实不是。好，那我们先，那后面就讲到啊，就是观佛像的要注意的一些事。那时间到，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回向。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皆共成佛道。